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承載有樂。好，下半部翻嚟啦，我哋先覺得好興奮啊，就係講哇，究竟去冰湖裏面嘅裝束啦。好，我可以睇翻啱啱 Stella 著嘅裝備啦。有冇以為啊 Stella 咦好文青 feel？ 其實裏邊咧一層一層都係有一個穿衣嘅學問嘅。不如睇翻先啊 ，Stella 有啲嘅，即係呢個冰湖裏邊嘅 look。要靚之餘都要保護自己。我覺得咧係襯得都係有 style 嘅，係就咁著一件件嗰啲羽絨 piece 上。其實嗰個著衫有啲咩特別？我哋喺下你啲相裏邊，可能留意到頭先啊，你嘅鞋啦，跟住你啲衫啦，不如提一提大家。我哋要去啲咁極地嘅地方咧，我哋有咩要留意啦？咁當然頭先你件好厚嘅件，可能大褸，但係啲唔係普通外褸啦。羽絨嚟嘅，入邊都係有畫毛嘅。畫毛嘅，係啦，畫毛好重要啊！等陣大家聽我呢十分鐘入邊講咗好多次畫毛，畫毛要重複講三次。係啊，畫毛真係好重要，因為我係入邊件帽有畫毛啦，條褲係畫毛啦，隻襪都係嗰啲厚身嘅珊瑚絨嘅襪嚟嘅。咁呢件羽絨咧，出邊係手袖位啦，同埋個身有羽絨啦，跟住入邊背心嗰個位咧，其實都係畫毛嚟。有冇著件啲天蠶內衣咁樣咧？係啊，內衣都好緊要啊！頭先講最打底最貼身嗰件，因為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忽略咗，就話要保暖，咁於是乎就揀件好厚好唔透氣嘅內衣。咁但係其實內衣唔可以揀呢一種，就我自己會寧願揀一啲而家有啲叫 heat tech 啦，係一件你會見到覺得好薄嘅，其實你甚至覺得佢冇保暖功能，但係其實嗰件嘢唔單止係有佢嘅作用㗎，因為嗰件衫咧佢係吸汗之餘，其實仲係會透氣。咁可能話哇零下都二三十度，你點解你要吸汗？其實你著住咁多衫嘅時候，你行路啦，甚至乎你有時出入啦，係啊，你有時出入啲地方咧，其實係會出汗嘅。咁呢啲事先嘅時候，因為我都上網睇咗好多資料，咁大家都有講過啊，其實係要著啲透氣嘅、可以散熱嘅，即係散咁啲汗嘅衫啊。咁我自己就會揀一件非常之貼身嘅，而且可以散熱嘅，咁係有用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你當你出汗嘅時候，你焗到成身汗，然後你再行翻啲有風嘅地方咧，啲風係吹埋嚟，你會 feel 到咧係由入邊凍出嚟嘅。好寒啊！喺出邊著幾多衫都冇，同埋最重要係真係會病嘅。係一病咗，你後面嘅行程咧非常之大影，因為喺呢啲地方其實你好難揾到個醫生幫你睇。即係你話你喺大城市，你話譬如話你去瑞士或者喺北海道滑雪，你 test 出嗰句你有感冒咩傷風症狀咧，你都可以去附近啲診所。嗱，我頭先都講啦，極地地方，你見其實我想見啊，呢張相後邊就見到啲人喺度行緊嘅，其實佢哋依淨係去緊呢個湖嘅邊皮位，一定係湖中央啊。因為已經是湖中央嚟噶啦，即係你見我後面雖然有嚿石，咁其實嚿石咧原本就係個湖入邊其中一個島仔嚟嘅啫，已經結曬冰啦。已經結曬冰啦。咁呢個行程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幾中意嘅，就係佢個車咧會車我哋去一個地方啦，然之後擺低我哋自己喺度行嘅。咁其實得意在咧，佢唔會催你嘅，即係佢唔會話俾你聽，喂，你幾點好集合啦？你幾點好翻嚟啦？抌你喺湖裏邊，你自慢慢玩啦。係啦，其實佢抌你喺度慢慢，好神奇嘅地方咧。大家原來是會差不多時候行完就會自動回來，因為已經凍到已經沒錯。我覺得司機不告訴我們幾點回來是有原因的，能力可能只是讓你在這個湖的地方讓你吹半粒鐘到而已。是啊，司機心想你半粒鐘你想不回來都不行，所以他不出聲。所以人體也得意，人體的警號就是說你不會這麼傻豬，只是鬥一個鐘頭在這裡不走。因為我想我們就算你已經穿了保暖的衣物鞋襪做了所有東西，但基本上你的臉仔都會 expose 喺啲嘅，即係天氣咁凍啦，同埋你真係見到咧嗰種凍到啊！我透住個毛我都覺得凍啊！同埋你見我笠住條頸嗰個咧，其實平時啲我哋戴頸巾咧，咪一條長條咁樣兜住噶嘛？係啦，咁我呢種咧又都係絨我畫毛嚟噶，又係畫毛，我係畫毛嘅代言人，我今日變咗係啦。咁呢條頸巾咧，其實就係一個圈圈嚟嘅，咁就照頭笠。見個滑雪都會用嘅，冇錯啦。咁呢種有咩好處？就係其實佢個圈圈咧嗰個位置大概係咁長到嘅。咁你攝喺條頸咧就可以壓縮咗啦。咁當你突然間大風嘅時候，可以點算咧？其實你係可以將佢咧咁樣遮住個鼻嘅，因為有時咧啱啱咪講到我哋凍到咧流鼻涕都唔知，其實就呢啲位咧已經冇乜知覺啊。所以要將佢拉翻高遮遮喺個口以上嘅地方，其實都係一種 protection。因為有啲可能會戴埋
嗰啲即係飛虎隊眼罩，即係得隻眼咧，即係可能凍到咁咧，真係拉個頭套落去，得翻對眼咁，即係保護。因為特別你有鼻敏感或者係嗰啲哮喘嗰啲，更加要小心保護啊！嗱，我頭先都問到你，頭先都講啦，去旅行梗係希望能夠健健康康，唔想有病。真係若然我哋去啲極地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帶啲咩嘅平安藥咧？我自己習慣就帶定頭痛藥啊、感冒藥或者腸胃藥都會帶定嘅。咁呢個就算唔係極地地方咧，其實我平時去旅行都會帶備呢幾樣嘢。如果你说真的啲咁冻的地方带啲乜嘢好呢，我会觉得是带暖贴。哦，暖包暖贴呢个都重要的。我会黏在个羽绒的入面那层。你不要就咁。不是黏在皮肤上咩？黏在皮肤上会太热的有时。是啦，千祈不要这么做大家。是会灼伤皮肤的，千祈。我没这么做，我是用一个坏 sample 告诉大家，千祈不要这么做。即是你穿了件底衫之后，也不要直接黏在件底衫上，因为件底衫其实是薄的。你黏上去都是会灼伤的。那你穿了件底衫，可能刚才我说了，我穿了件底衫之后，我会穿件卫衣的嘛。那可能我就会黏在件卫衣上，始终跟你的身体有些距离。那你令到你中间咁多件衫，其實點樣保暖咧？保暖嘅原理只係令到你衫同衫中間有空氣嘅夾層，係啦。咁你嗰層空氣保暖，咁只要你嗰層空氣暖就得。咁又唔好傻到話攞住個暖包喺隻手度，其實唔會啊。啲風咧零下十幾二十度吹兩吹咧，你個暖包咧就變咗冰蛋嘅啦。其實冇乜作用嘅。即係唔可以擺喺暴露喺呢個户外，即係但係你要擺喺邊個位置，邊一層 layer 都有學問。係啦，我就會擺喺底衫，跟住衞衣就會黐喺個衞衣上面，唔會灼傷自己，但係你又會暖。因為真係發熱，如果你即係擺喺皮膚度咧，真係會灼傷嘅。真係唔知點樣攞翻出嚟啦，同埋嗰陣時喺出邊已經。所以呢啲即係啲知識，即係我哋去啲極地天嘅地方，而且 Sella 都有啲小貼士啦。藥物要帶啲平安藥啦，另外帶啲暖貼啦，仲有啲咩特別要帶咧？特別要帶啊！反而頭先講緊羽絨嗰度有樣嘢可以提下，就係、是、見我出邊嗰件其實係羽毛啦。咁我話羽絨著喺入邊，其實嗰件係咩羽絨嚟嘅咧？咁我自己就唔會著嗰啲米芝蓮人嗰種羽絨，因為影相又唔靚。係啊，好緊要。係啊，你頭先話我著得咁靚，係咪話可以百麗亞都可以著到咁文青啲？即係要向 Stella 學習下。咁因為咧，我就揀咗一件超薄嘅羽絨。咁嗰件羽絨頭先講噶啦，其實就係為咗令到啲空氣咧夾咗喺入邊。咁我就著咗，我就著咗件羽絨先再著呢件。哦，即係打底裏面著呢件嘅。其實羽絨係一個打底嘅作用，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羽絨我就咁著出嚟，其實就好似好亂，其實唔係嘅，因為你嗰層空氣咧，你唔係夾喺入邊咧冇效嘅。係。係啦，咁唔好覺得我著件米芝蓮嗰啲咧好輕啊嘛，嗰啲羽絨咧未必真係話咁有效。我寧願著件薄嘅夾喺入邊，然之後你再加一件你自己中意嘅大褸。是啦，起碼啦，就是這件，就是那件間條，是啦，那我就是穿完那件羽絨仔，那羽絨仔可以拉起它的，那當時呢，因為有時熱啊，那因為出入一些暖氣地方其實真的會熱的，那很乾燥的，沒錯，這種我就是所謂的洋葱式穿法，那我進去室內我很快可以除了幾件，那我出來的時候又很快可以穿回。係啦，咁我就會建議係呢一種著法。羽絨其實真係唔好著喺出邊。同埋大家平時可能見到都係哇，著住米芝蓮嗰啲好大件啊，一節節嗰啲。我都嘅經驗，因為我都曾經喺加拿大住時候咧，我發覺咧係唔保暖。同埋你都著過米芝蓮羽絨。其實我係我都曾經有過，咁但後屘你我係用咗你個真係嗰個洋葱嘅一層一層去脱衣服嘅嗰個嘅方法去保暖咧，其實好嘅，因為其實個温差幾大，因為入到去咧就好熱。係。你咧係不停喺度要除衫嘅，咁但係你好似逐層逐層，所以你鼻涕開始溶解。係啦，好似鵪鶉咁逐層逐層皮，但係其實真係都要去小心，因為我諗我哋真係長期住喺依個我哋嘅東南亞地方，去到一個咁凍，其實我哋所有嘅身體每樣嘢都唔適應嘅，可能會有好大嘅反應。特別係我哋啲熱帶地方嘅過去咧，其實未必習慣到嘅一時啫。特別係可能年紀大啲，可能同團有可能四五十歲嘅人啦，甚至乎係小朋友呢兩類嘅人都要特別小心啊。係啊，因為如果唔係啲老人家，其實特別係小朋友咧，可能啱啱去到冇乜嘢啊。但係之前我去嘅時候，亦都有見過有華人嘅，咁我諗係內地嘅同胞咁樣，都係一齊咁啱見到佢哋啦。咁佢哋同行都有帶小朋友，咁頭一兩日仲見到啲小朋友健康周圍玩，到第三日我哋準備走嘅時候咧，見到個小朋友其實已經病咗啊，開始感冒啊，發燒啊，因為佢哋係著住，我唔知係咪著衫嘅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喺室外會跑啊，一跑就熱啦，係直情你諗下零下二三十度可以跑到出汗啊，咁其實佢個人已經好熱，咁突然間又入翻室內，跟住攤好咗個人又出翻去跑，其實好容易病。咁變咗真係要特別小心。
哎呀，呢啲真係我諗係啊 ，Sella 去過極地嘅地方，即係因為我都去過，但係咧我就冇去呢啲咁凍嘅地方咁長時間。咁頭先個湖裏邊著衫，我哋要留意嘅嘢係咪啲嘅平安藥啦，或者要注意事項。咁 Sella 都同我分享咗，有冇啲其他再可以講下？可以講下個有咩點樣玩咧？因為其實嗰個湖好多資料都大家未必咁清楚，因為上網揾都未必會有好多啦。咁我自己嘅方法係當時我去到住嗰個住宿咧就叫 Nikita， 係啦。咁頭先就係我。看到那個小木屋仔啦，但你又講係冇暖氣嘅，冇暖氣嘅係啦，誒點樣保温係啦，我唔記得同你講翻先，點樣保温？冇暖氣咁點生活落去咧？咁其實佢咧就每間房咧就有個位置係俾你燒柴取暖嘅。咁我咁大個女咧，我就人生第一次真係唔使鑽木取火嘅。咁佢會有破柴啊？要破柴，係啦，要破柴。咁個破柴嘅地方就係你屋仔出邊啦。咁我就冒住呢個零下十度咁啊破柴啦，咁破完柴就翻房死。他給我火機和柴，大家都知道沒可能用火機直接燒著柴，就一直開始要找紙巾找紙，已經把我有的東西抄出來燒。我第一次真的透熱這個爐大概是用了差不多個幾鐘才成功。沒有人去教你怎樣做這個動作呢？沒有人教你，即是你用這個求生的技能。是的，我真的完全發揮到淋漓盡致，我覺得為了不要凍死。人去到最後一刻，當你求存時你沒有想到東西，你可能我真的沒想過我可以燒柴，可能會劈柴啦、燒柴啦，拎起架車都得嘅。冇錯 ，Sella 就做咗最好啦，就係發個醒，可以劈柴啦。我為咗唔想凍死，我決定咁做。所以咧，我哋咧人生咧，我哋求生咧，真係要去依個求生意志，回家要活，要劈一劈柴。所以話佢哋戰鬥民族真係冇錯。我都覺得我嗰下係戰鬥民族。普京著住唔著衫喺度同啲打成啲老虎打交啊！冇，可能我下次去做到。可能下次 Sella 都要同西伯利亞嗰啲紅人打交。啲黑熊係啊。Okay. 是啊，燒完柴咁，有個方法嘅，其實咧係我衰嘅。咁第一次燒完柴，我又唔知啦。原來那個柴火咧係唔可以捱到通宵嘅。個柴火咧原來半夜就會熄。咁第一日就好蠢啦，唔知啦。咁燒開燒完啦，終於燒完啦。咁我係瞓覺瞓到半夜凍醒咗。係咪個 fireplace？ 你燒完之後，咁你要將個嗰嚿嘢你點擺？你擺翻房咧？係啦，就係塞翻入去呢個爐仔度啦。咁塞入去啦，然之後好啦，冚埋咁，成間房其實即時暖咗嘅。係、okay, 啦，咁點知瞓到半夜凍醒咗？冇理由會凍醒嘅喎，頭先整嘢整得咁辛苦，結果打翻開個爐啊，原來已經都唔係熄曬嘅，其實已經冇乜剩翻啲灰燼，咁於是乎我就又出去劈柴咯又，唔使我已經劈定咗一堆啦，係啊，我真係咁嗰陣時因為凌晨講緊三四點啊，唔可能將你劈柴再劈一次咯，太慘啦咁就真係，於是乎我就即刻咧抌翻啲紙入去啦，令個火燒翻旺啲，跟住再塞翻啲柴落去，咁之後嗰幾晚我真係校鬧鐘，每逢凌晨三點。就要加柴，是辛苦的，好像人家媽媽半夜又喂奶，是啊，還慘過喂奶，是體力勞動，但是我自己覺得是特別的體驗來的，因為我都去其他地方應該就不需要這樣做。哇，好玩喎，真的，雖然你說是當下是辛苦的，考驗到你的求生意志和用你的力量，即是可能這些東西，我們都市人，我劈柴，即是我們手無渣雞之類的，你拿起一個斧頭劈，我都覺得，都是那句，不要覺得自己有事做不到，其實必要時你真的做到的，是啊，好奇啊，即係我聽到一樣咧，我發我充滿信心。係冇錯，其實下次去你都得嘅，我都可以劈柴嘅，只要你唔好令到個火熄咗就 OK。所以呢個小節先好緊要，可能要劈多啲，同埋半夜要加柴，半夜要加柴，因為就真的會凍醒。因為朝早點解你話可能出咗去咁耐咧？原來朝早佢哋係會嚟執你間房嘅時候咧，佢哋都會順便幫你加嘅。哦，係啦，咁所以朝早個火其實唔會熄，但係如果半夜嘅話，其實佢冇可能捱到咁長嘅時間啦。所以三四點嘅時候差唔多，一定要加啲柴。係啦，唔好覺得你臨瞓前塞多兩嚿柴落去，佢可以燒耐啲。咁凍嘅時間，呢度地方係咪好早天黑嘅咧？早天黑㗎，我嗰陣時大概六點鐘個天已經好黑㗎啦。嗯，係啦，咁好處嚟講就係好早可以睇到星星。係喎，會見到嗰度會唔會依個零嘅污染嘅光害，所以係好靚見到星河咧？星星河未至於，但係星星係睇到嘅。周圍滿天都係星星，見到好多即係可能星宿啊，全部都見到嘅。因為始終小木屋嗰度咧，佢會有燈光嘅。咁攞住支電筒啦，咁當然大家要小心啲啦。咁攞住電筒行遠少少，離開嗰、那個小木屋，大概講緊係一至兩分鐘嘅步程啦。咁你遠少少，其實出邊好多時候已經閂曬燈㗎啦。住屋嘅人，咁你望上個天，你會發現啊，原來都幾多星星嘅，同埋嗰邊冇乜污染，雲亦都唔多。係啦，咁我好好彩去到嘅時候住咗
四五晚我在那邊其實都看到星星，晚晚都每日都要去，晚晚都有，晚晚都有。但是每日行程，你去完一次半個鐘，都已經飽曬啦。咁仲有咩玩咧？嗰度係啦，有咩玩呢？其實就是因為我住 Nikita 啦，Nikita 嗰度有啲好處啦。第一個優點咧就係佢會幫你 book 架車。頭先咪話要由伊爾庫茨克去布加爾湖嘅，佢會包埋 book 你架車，幫你 book 架車。帶你由伊爾庫茨克直接送到去呢一個貝加爾湖嘅地方。OK， 係啦。咁第二個優點咧就係個住宿嘅地方本身有好多 one day tour 俾你揀。咁其實你唔需要點樣 book， 因為其實你都唔可能，因為你係就算你識揸車，我都唔會建議你揸車，因為始終嗰個係冰湖，香港人一般唔會有冰面駕駛經驗。絕對係。係啦，咁其實揸車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冇錯冇錯。咁既然咁樣嘅話，就唔好冒險啦，咁就去參加嗰個 Nikita 嗰個住宿入邊嘅。tour 啦，咁個 tour 有啲咩咧？其實夏天會比較多噶，夏天可能會帶你去行，因為佢側邊係山嚟嘅，佢會帶你去行山、行叢林啦，帶你遊船啦咁樣。咁但係冬天有咩玩呢？其實就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咧就係呢個玩湖嘅路線，就係個湖面度玩啦。另外一條咧就係上山嘅路線。所謂上山咧，其實嗰啲山咧就係頭先講喺個湖入邊嘅島仔嚟嘅，係啦。咁只不過係冬天我哋可以行個湖上咗去，就變咗一座山咁樣。咁呢兩條路線咧就最主要嘅。咁然後你亦都可以，如果唔怕凍嘅話，你可以去參加佢啲溜冰。是真的在湖上面溜冰，哇！依、這個爽喎、啊！但你真的要本身識溜冰先可以啊！你見呢個奧運咪個即係冬季奧運咧，咪有啲好似冰壺咁樣嘅喺湖，我可唔可以玩呢只咧喺嗰度？冰壺我就見唔到啦，溜冰就應該仲可以嘅、哦。溜冰我都想試啊！即係喺一個結咗冰嘅湖上邊喺度 ski。係啦，咁但係你本身要有呢個技巧啊，因為我見到有人喺不停起身又搭低，起身又搭低咁樣。碌下咯，係啦，碌下咯都開心嘅，我覺得喺個冰湖。但係安全嘅，即係唔驚話佢突然間會有即係裂咗或者會危險。會嘅，因為頭先都講咗，其實嗰個湖係講緊成米深嘅，那個結冰嗰個層，所以你諗下嗱，車行過都冇問題，你踩溜冰過更加冇問題。有冇啲可以喺個冰湖裏邊釣魚啊？係啦，都有整咗個窿咁，跟住就可以伸落去。其實下面係有魚噶嘛，有冇有啲咁嘅活動啊？亦都有，佢會帶你去某一個點啦，然之後轉啲窿俾你，咁佢就會係一個露天嘅地方。擺張凳喺度俾你坐喺度，但係都係嗰個問題咯。你咁凍嘅地方，你釣得幾耐？可能條魚未上釣咧，你個人已經凍到頂唔順。魚都唔需要冰啦，因為一上嚟已經好快，一上嚟就變冰魚啦，都已經係 freeze 咗。冇錯，但係佢話個人真係好凍，所以我冇參加到釣冰魚嗰、那個，因為嗰個民宿老闆住宿個老闆其實佢話都話唔建議嘅。係啦，佢話除非你真係好想體驗，但大部分人都係講緊一兩個鐘最長嘅時間就已經要翻翻嚟啦。因為實在頂唔順，因為實在太凍，因為同埋我哋去嗰幾日咁啱係刮風嘅日子，好大風，係啦，咁變咗冇玩到呢個啦。但我有玩到溜冰。開頭嘅時候，我同你一樣都係好擔心，死咯，溜溜下，因為你知溜冰嗰個鞋咧係刀片嚟，咁死咯，戒爛咗個冰點算咧？嗰個跌落去點算咧？係啦，咁然後玩完之後，開頭好擔心啦，玩玩下又冇嘢喎。有冇玩 snowmobile？ 有冇啲嘅即係冰上嘅電單車？因為我喺我去 Calgary 時候曾經玩個冰上，好似類似啲 snowmobile， 好似咧水上電單車，不過係冰嘅，咁啊坐上跟住在個冰湖裏面很正，可以飛馳的。但是它就變成兩隻狗拖你行。哎呦，對啦，它就是都是類似的，就不是電單車，就是用兩隻雪橇，係啦，咁就拖你，咁你就坐喺好似聖誕老人嗰種咧，坐咗喺度，咁佢就拖住你喺個湖。哇！依、這個都好 feel 喎，好似芬蘭嗰啲 Santa Claus 咁樣嘅喎。冇錯，但唔會虐待只狗嘅。我自己就覺得只狗都幾開心嘅。係，佢只狗咧唔知點解拖住你梗係開心啦，拖住個肥佬梗係唔開心啦。因為平時見嗰只狗咧，明明我以為係啲專登有個位係養住呢啲狗噶嘛，咁原來咧佢係當人玩嘅時候咧，佢就求其叫兩隻狗過嚟嘅啫。咁嗰兩隻狗點解我知？佢開心咧，就因為我去到頭嗰兩日嘅時候咧，我就成日同嗰兩隻狗玩，但我唔知道原來佢係拖雪橇嘅，拖嗰個雪橇嘅狗嚟。即係佢哋唔係養嘅，佢啲係野狗嚟㗎。我諗係佢哋養的。養嘅就可能你覺得係寵物咯，但原來係咁犀利嘅狗嚟嘅。係嗰啲特別嘅，佢哋好好厚嘅，好厚嘅毛啦，好大隻嘅，但係好温順嘅，好温順嘅。係啦，見到其實唔怕生寶。我第一日去咧，佢見到我已經係會自己行埋嚟啦，跟住可能會坐喺你側邊啦咁樣咯。係啦，特別係因為呢間住宿咧，其實佢有包埋你早餐同晚餐嘅，係啦，唔使錢嘅包埋。咁當然唔係啲咩好豐盛嘅大餐啦。啱食咧啲嘢。我自己覺得係好食嘅，係啦。咁有咩食咧？其實就麵包。一定有麵包啦，一定有麵包，有薯蓉啦，然後其實佢哋仲有一種分乳咯，每次都有分乳，同埋早餐就可能食啲係 pancake， 係啦，或者係一啲用粟米。
粟米碎粟米做的一啲類似麥皮的嘢，係啦，咁但係嗰個麥皮就係鹹嘅，同埋佢哋好多都係凍嘅。佢哋咧就算麵包咧，我食咗咧，咁我好彩呢一間係熱嘅。我去到莫斯科咧食咗幾隻麵包都係硬到，我成日講呢個石頭都抌落去咧，跟住咧會打爛腸，因為咧佢哋話佢哋係習慣係啲麵包唔想話烘焙得好好，所以咧好硬，天氣又凍好快咧個麵包就會硬。咁我成日話我連咬都咬唔到咯。咁我好彩呢間都係通常俾熱嘅嘢，咁但係最開心一定係飲嗰碗蔬菜熱湯。係啊係啊係。係啦，咁都係我哋始終有啲。暖嘢落下肚咁會開心啲嘅。咁我一次試過咧，因為個 pancake 好好食啦，咁我早餐跟住咧攞多一塊啦，咁邊行邊咬住出去，咁諗住裝佢個 tour， 點知一出去咧就見到嗰兩隻狗咧就好聰明喺門口度等我啦，咁佢哋就露出嗰啲好無辜嘅眼神啦。咁我心諗，咁我俾你食好定我自己食好咧？咁最後就於是就分咗一半俾佢哋，咁佢哋都好乖，咁擔完之後咧就行開咗。咁呢兩隻咧就係當時嗰只雪橇嘅狗。但嗰時你坐嗰啲雪橇你自己又可以控制嘅，即系你哋坐喺度，跟住只狗仔就会拖住你啊。有个人控制嘅，有个 driver， 有个司机。因为我自己控制，我应该控制唔到啊。不过就会喺个冰湖里边喺度。冇错啦，佢就会兜圈咁样玩。几好 feel 噶，其实。但系嗰个系真系好大风，所以头先讲个颈巾可以笠住个嘴咧，非常重要。因为当你去嘅时候，其实那个风仍然吹落嚟嘅，所以你用嗰个类似一个 scarf 可以拉上去遮到个鼻下边。有啲似你哋可能平时踩单车嗰种啊。我哋踩车就嗰啲系主要系防风啦，同埋防因为沙塵啦，同埋防曬，因為咧當嗰時咧踩單車時候個陽光曬曬落嚟咧，除咗我哋手做保之後咧，塊面咧嗰時都要保護，係保護嘅。咁有時女仔亦驚可能會驚鴛鴦面，我哋都會將嗰個防曬嗰個頸巾拉到嚟呢度，咁啊跟住戴埋眼鏡咧，基本上塊面就可以遮曬啦，保持白白的，咁唔係咧就好似咧。黑白無常咁變一層層啊，係啦，一條咁樣嘅物體，咁所以其實我就原來都緊要嘅，即係呢啲嘅，無論預天又好，但係凍嘅地方都好，原來呢一樣嘢都咁。其實一貝加爾湖都好多嘢玩喎，我初時諗緊有咩好玩喺個湖底幾廿點算咧？係啊，原本都擔心嘅，因為始終冬天佢唔似得夏天咧，你至少可能影下相遊下湖，影到啲嘢周圍都係綠色啦，啲湖水又好靚啦。但係原來冬天佢有另一種味道就係。周圍都白蒙蒙一片嘅，然後你中意幾時行落個冰面湖面都得。咁個湖面咧，有陣時咧比較得意嘅，我以前會覺得咧湖面就湖面啦，冇乜嘢。原來有陣時落雪嘅時候咧，佢啲雪咧就跌咗喺個湖面度啦。有風吹過嘅時候咧，啲雪咧係會吹走嘅。係啦，咁就你離遠見咧就好似深綠色的湖面，然後有些白色的好像麵粉一樣的粒粒就在個湖面上跳下跳下，我影相未必影到那種效果，但你用肉眼看我覺得是會一世都難忘的。你那邊跟他們民宿溝通，他們都是會不會簡單英語？簡單英文是沒問題的，因為始終都是接待遊客。咁你哋嗰團嗰啲人，我諗相對香港人一定係少啦。主要咩國家人去多咧？歐美嘅人比較多。咁我哋嗰陣時都有識到一個特登喺澳洲過嚟俄羅斯嘅一個年老嘅夫婦，都講緊係五六十歲嘅。係啦，咁佢哋特登喺澳洲過嚟玩，因為嗰陣時嘅澳洲應該係夏天嚟嘅，如果我冇記錯係咪？係啦，我哋北半球嘅冬天，佢哋夏天係啦。咁佢哋就特登過嚟俄羅斯玩。係啊，咁幾得意嘅。其實有時識下唔同嘅人啦。咁雖然好多時候你識到，就算歐美嘅人，佢哋嘅母語未必會係英文。冇錯。係啦，咁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去旅行唔好介懷話你唔識當地語言，然後就好拒絕同人溝通，因為你自己覺得你英文未必講得好好啦。咁其實佢哋嘅母語都唔係英文，有時都未必話真係講得好好。咁但係只要有心去溝通，就算係用 body language 啦，或者你真係攞個 Google Translate 出嚟傾偈，我都覺得係開心嘅。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因為很多時候都有人會問我，你去那麼多地方是不是懂很多種語言呢？其實不一定的，因為世界有太多種語言了，你沒可能懂到當地語言先去那裡，但是溝通到的沒問題的，只要你願意踏出那一步，其實大家都會很樂意跟你做朋友。還有可能他們已經開始這幾年他們認識多了中國了，其實他們都當我們中國人了，你說香港可能他們都當我們中國人，是不是他們都對中國人 OK 都友善的，沒錯。還有你看到有些俄羅斯人，他們的面紋的輪廓有些是有中國人那種的感覺的，你看到因為始終近蒙古可能那邊是了，因為有少少都熟悉的感覺啦，算係。有冇多啲帥哥咧？咁樣俄羅斯，我覺得好多靚仔靚女，係啦，好高大真係咪咧？我自己見到啲好高大，特別係我嗰陣時住喺呢間住宿啦，那個
平時跟我們溝通的個 reception 哥哥差不多有成米九高喎。嗰陣時我行埋，因為我自己就得米五到嘅啫，咁我行埋去就哇咁樣咯，係啦，好似道門咁高喎，咁又係大大隻隻，咁佢幾靚仔喎，咁側邊佢仲有個女仔嘅職員啦，都係啱啱講嘅輪廓好精緻啦。咁當然係咪好似去到莫斯科嗰種女仔咁識打扮自己？唔係，咁呢一種女仔係純樸啲嘅靚嘅，佢唔會話特別化好多妝，但你會見到其實佢個感覺係好舒服嘅，令你咁佢哋亦都好熱情，會同你講嘢，咁我覺得開心嘅。如果要訂一份書，喺網上可以訂到啊，定係點啊？定係話我之前留咗位之後到現場先俾錢咧？佢呢個係現場先俾錢嘅，咁變咗點樣同佢哋聯絡呢？就係佢哋有個官方網站啦，然後 send email 來往嘅，咁我哋就一路即係大家用 email 用英文大家聯絡到 reserve 咗間房先，咁就唔需要咁快俾錢嘅，就可以到現場跟住就 set 講個順字咯。咁當然如果你最後即係因為有事去唔到，咁你一定要同人哋講翻，咁就唔好破壞香港人嘅信任喎，同佢哋嘅信任咁樣。了解了解，但係嗰附近住嘅地方應該都唔算好多，唔算好多嘅啫。除咗呢一間，就仲有另外一間都係小木屋，咁大概都係呢一兩間嘅啫。係啦，變咗如果你知道你要去嘅話，早少少 book。無論係即係我本身以為冬天咧，即係冇佢個旺季旅遊，旺季一淡季咧，譬如去貝加爾湖。係啊，我以為係冬天係淡季嚟嘅，但係原來早三個月 book 咧都已經剩翻一兩間房，所以。例如夏天應該更搶手，因為夏天那邊是看山山水水、其實整個環境很舒服，他們俄羅斯人本身自己夏天都會去那裡度假的、變成早一點 book 越早越好，甚至你可以問了他有沒有房先，你才去買機票。係啦，咁 email 來往嘅時候，除咗問佢有冇房之外，我都覺得可以問埋佢可唔可以幫你 book 埋呢個伊爾庫茨克去呢個嘅貝加爾湖嘅車啦、來回啦，然之後亦都可以 local tour。local tour 咧，其實佢唔俾你喺 email 度同佢 book 嘅。哦，去到當地，係啦，佢要你去到之後先 book。其實佢係點樣 book 咧？你去到之後，你只可以今晚 book 定聽日嘅嘢，所以你唔可以一日 book 定第二日、第三日嘅嘢。咁變咗要每一晚食完晚飯之後，就去佢個 reception 度同佢講。我聽日想 join 呢一個 tour 咁樣，咁佢就會幫你 book 啦。咁但係你可以提早問定嘅就係、我想問你哋而家呢個季節會有啲乜嘢 tour 咧？因為始終唔同季節唔同。我哋冬天去嘅話咧，佢可以喺個湖面開車，但夏天去咧，佢就變咗遊船，咁係完全兩種玩法嚟嘅。但係個價錢就 OK 嘅，唔會太貴嘅。價錢就大概都係講緊1000盧布到。係啦，咁可能上網揾翻個價錢，我記得係唔貴嘅。係啦，咁1000盧布其實未去到900和800蚊盧布到，咁我呢個要揾翻個匯率再話翻。因為如果大家平時有經常睇嘅節目咧，都我哋有個即係 teaser 嘅 trailer 啦，見到阿 Stella 瞓咗喺一個好大嘅冰嘅湖面咧，就係、呢個貝加爾湖。冇錯。我當時諗緊，哇！呢個咁靚，我當時諗緊會唔會係冰島啊、挪威啊，定係咩地方？原來呢個就係我哋今日介紹呢個地方。冇錯，呢、這個暫時係我去過咁多個地方最中意，亦都係最想再翻去嘅地方。哦、會唔會試夏天去咧？如果會啊會啊，但我都係想冬天去多次。呢、個係排名 number one 嘅。因為你想懷念你去劈柴嘅感覺。我今次唔劈柴啦，我應該會叫阿老闆俾定啲柴我。咪都係一個經驗嚟嘅，雖然哇半夜凍醒了，或者但係我成日覺得旅行永遠就係一啲好回味嘅，就可能一啲好魚嘅嘢，或者一啲好 stupid 嘅嘢。但係嗰樣嘢就令翻你係最回味。同埋我諗呢個地方，你初時你同我講嘅時候，我都要即刻 Google 下，因為世界那麼大，實我哋可以去嘅地方咧，其實都未去過。或者我嗰次啱啱上次阿Fiona我講西藏啦，我從來冇諗過。咦，我聽完之後發覺，咦，我都可以即係籌劃下可以去西藏喎。咁所以其實哇，眨下眼今日已經去到11集，咁我哋嘅節目由呢個7月開始到而家9月尾啦。哇，差不多一個一季啦，咁亦都係今季裏邊係 last 一集啦。咁啊，最尾其實我都想講啊，因為 Stella 咧就已經開始佢嘅全職旅行呢個嘅佢嘅人生啦。咁嚟緊好似你會開緊一個長嘅旅程，會離開香港去玩喎。係啊，嚟緊就應該會去短程先，就係日本，大概去兩三個禮拜到啦。去日本邊嘅地方咧？日本會去東京啦，因為台場個高達咧，大家都知係再開翻啊，咁我就會去睇嗰邊啦，然之後就再去鳥取嗰邊，咁就去呢個鬼。鬼太郎和柯南的故乡会是鸟取那一带，去完这个回来就头一两天，之后就直接去这个欧洲过万圣节和圣诞节。哇，一个很长的 trip， 和你的先生一起去，会去到好像出年才回来，是吧？是啊，没错， 玩到够了，应该差不多年尾或者出年就会回来。可能这是一个欧洲的长 trip， 就不需要带工作在身了。没错，一个真的自己放假的 trip。会去欧洲哪里多呢？我们会去波罗的海，就是丹麦、瑞典
頭先講嗰啲愛沙尼亞、立陶宛、俄羅斯都會再去嘅，係啦，咁就大概係嗰一區十個國家咁樣。你預算可能都要玩幾個月啦，或者可能最快都要明年年初先翻啦。咁樣即係正正實現咗 Sarah 一直都好想一個全職旅遊人生。咁頭先我咁多集裏邊咧，都去過唔同嘅地方啦，真係東南亞、歐洲、北美洲啊，北美洲反而未去講過。咁你話去到俄羅斯就去到西藏，即係我哋好多地方都涉獵過，台灣都分開咗幾集去講啦。其實世界真係那麼大，其實好似 Stella 話齋，好多嘢我哋曾嚟自己都會覺得，我點可以劈到柴呢？或者我一個女仔點可以去一個咁偏遠、一個極地天嘅地方咧？或者我嗰陣時我都冇諗過，我可以踩單車可以去咁多地方。其實永遠都冇去限制自己嘅 potential。我成日覺得旅行咧，跳出框框，永遠係可以將你嘅個人潛能可以發揮到無限大的，推到最盡。係啦，咁啊，今集雖然喺一個季係最尾一集啦，咁啊 ，Stella 真會好快離開，就是、香港會有一個好長嘅旅程啦。咁我仍然都會喺度嘅，咁我嚟緊都會去一啲陸續嘅地方，亦都會請唔同嘅嘉賓分享可能世界各地嘅風土人情啦、歷史啦、文化或者個人體驗，呢個都係我哋嘅節目嘅主打一個嘅 theme 啦。好，今日時間啊差唔多啦，最尾一集阿 Sir 有冇嘢喺？最係可能之後其實 Sir 翻嚟咧都會陸續都會仲見到面嘅，不過可能一段長時間先會再 Sir 有冇特別嘅説話同我哋嘅貓寶遊世界嘅朋友講兩句啊？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呢個節目咧。咁如果想繼續 follow 翻我去旅行嘅活動啊，唔同嘅分享啊，都可以去翻呢個 Facebook search 呢個 Travel with Stella 啦。咁仍然可以追蹤到我嘅旅遊生活嘅。咁希望我去完旅行之後再翻嚟呢個節目，有更多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係咯，成日覺得世界那麼大，仲好多地方我哋仲未講，我仲好多地方未去，我仲有好多地方想講啊！我仲好多地方其實都仲未有機會喺個節目裏邊講嘅。咁啊，仲有其他嘅時間咧，就陸續希望將唔同嘅地方、風土人情，或者大家聽未聽嘅地方，我曾經都諗過，咦，我哋可能會講就係北韓啦，或者我諗到去非洲，我都有啲咁嘅朋友去過呢啲好奇怪嘅地方嘅，但係絕對留心我哋嘅節目咧，繼續帶大家遊世界，都會係繼續帶孖寶遊世界嘅。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7-8 點，孖寶遊世界。